顾嘉欣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科科技的赵江月，谢谢大家给予 LoveNote 这样的肯定。感谢林科科技的董事长金燕女士，代言人钱晶晶小姐，以及一直以来跟我一起奋战在一线的同事们，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 LoveNote。 除此之外，我还想感谢一个人，因为这个人让我学会了勇敢。我曾经是一个与爱情绝缘的爱无能患者，是他改变了我，让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爱一个人，也终于收获了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。他让我明白，我们学不会恋爱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真爱。今天这个奖有一半属于他。去发落，越是期待越害怕伤害，害怕有一天。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你知道仙人掌的另一个话语吗？是将爱情进行到底。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很多人误以为心跳的感觉就是心动的感觉。赵江月，我喜欢你。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原来我们才我要留在我心爱的人身边，为了你我怎么都行。你可以哭一场，至少我的肩膀可以给你靠。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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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花了很久的时间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想好了？这个答案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。今天我有一句话，想当着大家的面问他：顾嘉欣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戴戒指，你谁有戒指？我也有，我也有，谁说我没有戴戒指的？Love you, love is your love, it's my love.
都很喜欢你，非常非常喜欢。我没跟你说是因为我一直在克制，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。惊喜意外却变成事实 PPT。